签证前面，那就是所谓的滨海公路的纵贯公路。那再来，城际建设为什么会在这边推案子？哦，各位如果有住新北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有没有十几年前的林口？有没有？主中的政府现在房太大，哦，那是不是现在它的房价都涨三倍？哦，就直白讲，那这里呢，草化有多大？有四百公顷。四百公顷是什么概念？如果各位大家有到我们青浦，哦，有到那个华大奥运会去玩过，哦，你有去那边玩过的，知道？超那个青浦是500公顷，哦，就是大概我们这边哈，大概有它的大概有80%的大。那80%大来讲，我刚才从那边过来也是超过10分钟而已，我从这个青浦过来，哦，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的房价，哦，未来的人口数就会跟青浦一样。好，来，青浦目前的住家价格50几万以上，店面都超过100万，没错，但是还租不出去。对，重点哦，我们买房地产不是买哦，当然都要买未来性，但是未来也不能说我现在不能收。那这一个城际的建设，它在这个45公里处，它的中心点400公顷的中心点，我们隔壁是不是上海银行？对，上海银行。上海银行以后大概这边的位置就是我们从宝藏宫，待会翔哥要到宝藏宫那边去对保。有，已经在对保了，然后我老婆在对保了。好，那这个这一段一公里就是这一区最精华的地区，对不对？对，青浦的房价来买店面，那收租，我们讲，我们最关心的动能是什么？我买房子，我存钱，涨幅怎么算？涨幅其实这样讲，租金来支撑未来的房子。请问，如果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刚才如果你有去绕了一下，我们往底下绕还有9000户可以盖，因为我们整个朝大可以盖25000户。是说那个三三元的从化区？对，空区他们公布可以盖9000户。三三元的从化区？对对对对，我们这边总共可以朝大400公顷，总共完成可以盖25000户。哦，那没错，对对对对，哎对，25000户，对，然后这边是盖9000户，没错。就是我们用对，对，好，那你九千户里面的人口有多少？哦，3户一个人就好，哦，大概2-3万人，2-3万人。那么我一定后，为什么要买店面？相对赚到，因为店面会什么？那边的人一定会，这个是主要干道，主要的哦，所谓的纵贯路。哦，算有对不对？所谓纵贯路是什么？台北到高雄这个叫纵贯路嘛。那有我们的台一线，它是台十五线，啊，这个算台湾公路。那你这样的店面都看到，我们自己卖，每天都我们自己卖那么久的，有看过这种8米多的店面？8.7米的宽度。对，还便宜，超便宜的。对，重点3000出头万，我们8米7米的没有5-6千买到。对对对对，好。那这里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店面，它这个呢适合。如果你们等一下有可以去密沙做一下买杯咖啡，为什么会建议各位去做这件事情？它后面有停车场，你去停一下。啊，今天用的餐为什么？我们已经帮订好餐了。哦，好，那也没关系。对对对，改天然后，要不然你等一下吃完饭啊，去那边喝个咖啡，为什么？里面都年轻人哦，因为这边哦，不要以为我自己台北长大的哦。啊，有时候我没准，准备房价最贵哦，80万。有时候一回头看，房都没了。我按我自己来，你有没有想下一个标股？房地产的标股，我不是讲股票，标股股票我不懂，因为我亏很惨。我买的基金都那个比喝的还难喝，哦，那个都亏掉了，哦，那个真的。那房地产为什么准备可以？哎，2年多标一倍，那有没有同样有地区可以这样？啊，炒大就是。我不是今天我们来卖这个，我来跟你讲这样的，你自己去同理可证，全桃园市里面从化区最大，还有腹地，房价最低，炒它。好，那它要有就业机会才是重点。你房价低没用啊，夫妻相争低，那你去吗？对，房价涨跌不是景气好坏，我就算明年升息景气不好，房价没有关系。这边店面到处全家都会不住的，好不好？那你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不去最好嘛？啊，等2年过后，整个经济循环上来了，你涨一倍去嘛？这里嘛，为什么机器低啊？房价20几万出价，啊，店面才你看差不多嘛，也大概50出头万，这正常的而已的一个报价。好，就业机会会不会航空城里面张国伟有没有开 A350位啊？那里面你自己 Google 新闻，里面前一阵子大概一个月前。
去标售的。啊，谁大企业来了？新宇航空标示范作品十几公顷。啊，我们坐飞机是飞国外，不标那个土地干嘛？大卫脑力激荡一下。他标土地是要拿来做什么？盖机房、修飞机。请问你修汽车的薪水比较高，还是修飞机的比较高？他跟欧洲的 Airbus 在哪里？就在机场附近，他不是有个整个区？所以那个是我们的拉过来，陈旧的跟飞机一现在变成咖啡色的，叫做产专区。那离机场要近啊，飞机下来要休息进维修厂，他就拉过来。这个是这件事情，我在多久之前就知道了？五年前就知道了。啊，为什么五年前？因为我是公司土地开发，我们都要到市政府里面的都发局，他们都会规划很多工程。那、啊、为什么要规划十几公顷？为什么要产专区？产专区的目的是在什么？招商。有没有？我们有去过新加坡嘛？哦，有去坐游轮，游轮有去嘛？哦，那我们新加坡我们去樟宜机场，有没有？后来我们去黄杰亮回来的时候，航空城，那个就是航空城。它周遭其实亚洲四小龙以前哦，台湾有一度领先。这十年航空都落后，今年又开始领先了哈。那在十年落后，是因为人家先做了工程招商，他把那边范围那么大，然后做科技园区、商业园区，所以大举的让人才跟科技公司进去，所以他一度领先。8-7米，比一般在中立市区的店面都是4米或者是4.5米，基本上一间店面等于是两间店面的宽度哦，所以这个是店面的价值。那再来呢，这个店面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看到它的高度。很特别的地方是，今天他把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使用坪数变多了。像我们这边的店面呢，光一楼的面积哦，它的这个面积是30几坪的。你现在要有一楼面积30几坪的店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稀有，以前都找不到。对，以前找不到这样的店面。那再来我们的这个店面，它只帮你做了一个楼梯跟一个它的一个楼梯的平台，这个空间呢都已经帮你预留起来了。那这个预留起来的这个空间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二楼如果做起来，如果用一楼的价钱买哈，你等于是要多一倍的价钱来买的。所以我当时跟我们的好朋友，我是跟他说，你一定要买这个店面。这个店面最大的优势是在哪里？是因为你只有买到使用坪数，你的使用坪数变多了。那这个二楼呢，我要建议各位一定要叫合法申请。你知道吗？我们如果说买二楼，你要投入1000多万哦，将近快2000万了。可是我现在我用到100万。我基本上我用100万，我就可以把二楼做起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00万要合法的一个申请。OK， 那再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什么地方呢？各位，我们在位置啊，往前面的位置就是去我们的大南发电厂，再往前面就是我们的观音工业区。那观音工业区里面再靠近就是我们桃园科学园区。桃园科学园区旁边呢，就是我们的60号快速道路，可以到那里，刚好可以到新店。那未来这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园区是在哪里？就是从我们的永安渔港，永安渔港呢，它沿着我们的这个观塘港到我们的什么很重要的未来做一个环境海岸，这是未来我们桃园市政府哈跟桃园县政府已经注册的叫观光景点。那这个景点最主要的就是延伸到淡水这个区块。未来呢，你看哦，桃园科学园区是竹科里面三倍大，对，那三倍大的竹科园区，未来到现在第一个道路，第二个水跟电。都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连接的第一个有61、有66，还有很重要的是连接到机场最近。那每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机场附近，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桃园的机场附近正在开发。那如果你今天要买店面呢，你基本上这个店面它最大的价值是在它的面方还有它的道路之外，是因为离我们的机场非常近。所以桃园是最重要的，陆海空都在这里。那我们的海刚好就是我们的大园的这个海呢，刚好有个火力发电厂、风力发电厂都在附近。那所以这边的道路，除了开车，你高铁你可以走10分钟的时间嘛。那如果用10分钟的距离，各位你们出价的价钱来换，说这个店面值不值得？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呢，观音的这个地方最主要的它的人流非常的多，人流非常多的时候，报告会非常多。为什么？现在你只要最怕的是什么？你没有好的一个餐厅。好，那这个轻轨他刚讲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等一下会路过的，就是刚好在我们的这个所谓上海银行旁边。那很重要的这个店面的好处的价值，我非常推荐是，因为它是在哪里？在我们的草踏市中心。这个店面已经不再是所谓的人家讲的是了不生蛋的地方跟乡下了。我们的它有两个区块，一个叫旧社区，一个叫新社区。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有9000，你说大概9000，九千。
首先第一个来讲，你看哦，我们今天只要把它简单的做一个装潢之后，我们在中立有一个店面哦，这个店面你看它是做美发，基本上从一二楼全部的装潢，包括像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也我们住了一间店面，就是租赁公司原成活动场，也是我们做装潢的。你看我们今天把它装潢好之后就送给屋主，我们就完全送给屋主。那如果我们的住家会怎么做？可是今天店面呢，它是半月酒价值怎么样？越高，价值越高，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全家就在我们的店五跟店六，这两间是全家，那全家会进驻的地方就是一级战区。Seven 跟全家进来就一级战区，沿着我们草堂过去啊，宝藏宫的旁边，刚好现在是不是有个公园？小朋友应该很爱它。那个公园的正对面的位置就是麦当劳。麦当劳真正它今天起家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的那个薯条好吃，而是它的是什么？房地产。它是靠薯条赚钱，它是靠房地产赚钱的。所以我们现在麦当劳。